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七家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1集的节目。我的声音出了点小问题，这两天有一点点的鼻塞，喉咙疼痛啊，还有今天开始有点咳嗽的状态。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的话呢，这两年左右吧都不敢生病啊。那因为就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烧啊什么的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前一阵子到二月底之前呢都非常的忙碌，然后终于呢把一些工作啊，不管是开箱的节目也好，或者是一些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摄影方面的工作呢都达到一个段落之后，我的情绪有稍微放松一下啊。但是没想到这一放松啊，就没想到就感冒了啊，就不太舒服。所以印证一件事情，有时候人呢、处于紧绷状态下呢反而身体比较强壮。这个证明一件事情啊，我这个是天生健骨头啊，是不能够松懈的，一松懈就生病啊。所以我还是让自己尽量的忙碌一点吧。那么呢今天的声音会非常的没有精神，但是呢我觉得越是这样子没有精神的声音呢，我们越是要拍个节目把它录起来。那以后呢，因为也不是每次都能听到嘛。那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呢是我今天呢去玩具店呢看到刚上架的网飞的一个配色。它是一个，它的名字的话呢是取名叫这个 Sparkless Bot。 Spark 是火种源嘛， Less 就是失去嘛，就失去火种源的一个赛博坦生命体啊。有人就直接称呼它为僵尸这个变形金刚。那么这个应该是 Barry K， 就是这个判官，那大陆朋友叫做路障的这个膜呢下去改颜色的。那由于这个是属于这个围城的时候的模具啊，所以它是有一点外星的一个形态。那我当时它的话呢这一波四款都已经有，但是我特别挑这一款买，我反而没有买那个黄豹，因为我认为可能还是会断，买了没有意思啊，所以我就没有买黄豹。不然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应该买起来转卖，对不对？现在好像很抢手啊，没注意到啊，我大意了啊。这个我很喜欢它这个生锈的这个配色。那从透过盒子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它应该是印刷印上去的，并不是干扫啊，并不是另外去做涂装的啊。那它呢比我还要在想象中更好的呢，是它真的还有做一些锈斑的处理，这个的话是另外再加上去的啊，并不只是印，它印的部分是像这一代是印的，但这里的话是有一些凸起的一个斑点斑纹在上面啊，包括这一代啊都是有的，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的话呢比我想象中还稍微的有一点诚意吧啊。那锈的越锈蚀越好啊，这个是进入一个休眠状态，或者是火种源失去运作的状态，有点像是变形金刚第四集 Optimus Prime 进入休眠状态那种感觉。那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车形态，就是一个流线型，上方的武器的话呢就没有做锈化的处理，比较可惜啊，稍微有点搭不上的一个感觉。我们把这个武器呢给拿下来，那上面空两个洞之后呢也感觉呢就没有那么突兀了。那么这个模具的话呢其他的缝隙呢是有，但是呢不管是原来的这个黑色也好，或是这个锈色也好，看上去的话呢都不会觉得很突兀啊。所以甚至我会觉得这个这个锈迹斑斑的这个车子的话呢是非常的好看的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它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地方手臂打开啊，这个当然你也可以门把先打开，再把手臂给翻出来，往外翻出去就可以了啊。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抬出来，然后呢下半身的话呢这个地方两脚给做一个打开，然后呢脚的话就可以往前面伸直了啊。这里也是一样，往前伸直，脚掌打开，脚后跟翻出去，脚后跟翻出去，腰部的话呢旋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我把镜头呢稍微调高一点点，再来的话我们就接着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这块部件要记得把它给按压下去，从这儿把它给往下按，从这里往下按下去，哎怎么按不太动，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忘了啊，这个地方要先把它给挑出来，这里这一块部件先肚子先挑出来，这个部件才能够往下压。往下压之后的话呢透过后面这个连接杆把它往后面推过去，后面的这个板子的话要插到它的一个后脑袋这个位置上面去，再把这个头的话就可以顺利的给穿过这个孔了啊，这个把它给穿过去。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
好的，手臂的话呢，自然的转一个角度把它给下垂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转一个角度把它给往下垂，拳头的话呢就不需要做什么调整了啊。我们的这个Sparkless 的一个这个僵尸判官吧啊，听起来很炫啊，僵尸判官就完成了他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人形状态啊，人形状态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啊。他的这个枪的话呢，是看各位的喜好吧，我是觉得他不是那么适合有肩炮的感觉啊，肩炮还是留给博派的正义的博派吧啊。那他后方的这个部件呢是可以拆掉的，但是呢我们就变形当中呢就完全不把它给拆解。那么在人形状态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个塑胶的一个原色，那么呢这个脚后的一个空洞啊，这个都 也不是很意外的一个状况了啊。头雕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它呢这个眼睛啊是紫红，有点紫色，闪耀着宝石光芒的紫色啊，非常的好看。它这个眼睛的颜色啊，全身上下就这么一个地方闪耀出一种非常邪恶的一个 OK 反派特有的一种目光的一个表情啊。然后呢这个眉上的这个标志的话呢也是有一个锈迹的一个样子，还有做出一些像裂痕一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的话呢就也把这个原色版本的话呢也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好了啊。我们就反正这个时间还很长嘛啊，这个节目才录了一下啊，这个地方转出来翻折，这个变形的话呢就是简单有趣啊。这个系列的玩具的话呢我是很喜欢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了啊。然后这个板子记得先翻出来，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推出来，然后从后脑袋这儿给放进去，上面盖下来，哎，这一个变形的一个流畅度的话呢是非常足够的啊。只可惜脚后跟啊这个太多的一个空洞啊，不然这个模具本身也是算是好玩的啦啊，应该说是从这个围城之后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经典系列这些玩具都做得不赖，但是呢在网飞啊，然后这个世代精选啊这些等等啊，把这些模具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做一个使用啊，让人不禁也是觉得有点收的有一点点烦了啊。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上方的话呢，这个它的这个眼睛是红色的，但是呢这个的话呢是带一点紫色，所以呢虽然都是反派啊，但还是有所区别的。那你两个喜欢哪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两个配色都好看了啊。那我个人独特的偏好就很喜欢这个已经锈化了这个感觉啊，非常的喜欢。甚至的话呢我还看到 World Class 呢也有类似这种灰魔一样的这个 Seeker 小队的成员，到时候也是必入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